糖尿病能不能预防，这一点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问题。你想，他以前没有糖尿病的，后来有了，那什么呢？你把它回到从前就行了嘛，就是回到正常生活习惯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正常人都一样，不正常各自不同。那你回到正常的时候，血糖正常了，生活方式正常了，你的食物结构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纤维素、无机盐、矿物质、这个氨基酸和这个维生素都正常的情况下，就可以预防了。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得糖尿病的。那我们看看，不得糖尿病人为什么呢？他控制的很多方面，比如说心理、运动、营养、睡眠，还有食物同源的中医调理，这样就可以预防了。所以预防糖尿病意义更大，因为糖尿病一旦并发症多的时候，很难控制后面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的预防，通过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，使我们的预防可以达到原始的，也就所谓叫做临机预防，这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所在。不能预防的话，老是治疗，医院也受不了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觉得预防很重要，而且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只要你掌握一些基本要点就可以了，把握住，也要做个正常人的时候，那么糖尿病自然。